但我们先杀出去再说。把人给我带上来。是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，帮我把刀抢过来，否则我就杀了他。我刀也要，人也要。他居然不快地死活了。不用再追了。都是这厮，他串通了萧十一郎和风四娘，在这设了迷局戏弄人。老夫我是一不留神才中了他们的招。快说，萧十一郎和风四娘现在在哪儿？说。我真的不知道啊，我还敢说不知道？老子弄死他的确该死，你也的确应该杀了他。可是他死了之后，我该找谁要刀呢？臭娘们，老夫先饶了你。哎呀，教主，没伤着你吧？哎呀，你走开！林公子，咱们三天前就得到了消息，这沈夫人说会有人来接应，却不想连公子会来得这么迟。这刀可是你丢的，怪人家来迟了，不合适吧？废话，就带着你们这三个怂货，老子又有天大的本事，也斗不过这帮毛贼啊！你说什么呢？既然这么说，司空兄，这刀你自己去找。对，自己去找，找就找。哼哼。哎，你们见过耍猴吗？那些猴子原本就是一些畜生，可是经过耍猴人的调教之后，他们不仅可以杂耍取物，还可以装神扮鬼，逗得路人开心，可以帮主人赚很多很多的钱。可是又有多少人会知道这些猴子的主人付出了多少心血啊？这些畜生本来就野性难驯，所以如果想让他们乖乖听话，有时候主人不仅要打要骂，甚至要找到一只鸡放到猴子面前，当着猴子的面把它给杀掉。其实这就是想告诉猴子，如果你不听话或者做错事情的话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你到底想把我们怎么样嘛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哎，你会玩抓骨子吗？嗯，这里有三个骨头子儿。如果三个都是耳朵，或者三个都是鼻子，你就可以活着离开，我绝对不会杀你。当然，我这个人是很开明的，绝对不会强迫别人做选择，玩不玩在你。哎。啊！换你，教主，不要！不一样，来！不行！教主，没事。教主，没事，没事。
哎呀，太可惜了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